主播辅助真的惨不忍睹，他是要跟我吵架是不是？我看你把那个尾拉，全场在乱跑，这类始末多事，你还要去帮他？我是在好好讲话，我是没有好好讲，是不是？我操！主播的素质都这样子吗？我们在讨论什么？主播辅助真的惨不忍睹，他是要跟我吵架是不是？吵架王要来了哦！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上一把选角又不是十零开，你看那个飞雷死几次，关我屁事哦！大哥，我帮他几次啊？输啊！他上一场玩星魁啊。坏习惯染上了是不是？人家输了都怪打野啊，你是打野输了就怪辅助。哇操！你怎么不看一下那飞雷十几次啊？飞雷打符号人就难打，一定是要去帮他的啊。你整场在农怪靠背，你也不吸中兵，中兵吸完跟着拉兹打啊。你整场在逛哎、欸，哇操！我被纳克蹲几次啊？那你要说被蹲是我的问题，那就是我的问题咯。只是刚刚那一场是输好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你是嘴上小，我就不太懂了。加入那个洞就爆定了。闭嘴！哎，不是哎、欸，我没有你的意思，但你爆什么呀？你就安静安静打你的，你就安静打你的好不好？你就安静打你的。你安静打你，那你为什么要打那个字？哎，主播你真的很不行。游戏还没开始，你就在打字，哇操！好嘴，好嘴，你好嘴，你就是想吵架啊！我有想吵架吗？哪没有？你看一下你的开局前面打的那些字好不好？安静玩你的吧。干你！好啦，你安静玩你的啦，安静玩你的啦。我看你玩那个尾啦，全场都在乱跑。我去下路帮飞雷，飞雷十几次，你看一下飞雷十几次，你看一下飞雷十几次好不好？你看一下飞雷十几次好不好？我帮他一次而已，我后面都在帮中路，好不好？我操你的嘞，大哥，看一下回放好不好？我的问题，你储存一下那个，你储存一下回放记录，你看一次好不好？我去帮他一次，我后面就不太想去理他了，你看一次好不好？我好好讲话啊，我是在好好讲话，我是没有好好讲，是不是？我操，主攻的素质都这样子吗？我是没有好好讲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是不是跟你好好讲了？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说那个飞雷十几次，我一定是去帮他啊？我帮他完之后，我就去帮中路啊，不然嘞？前面讲话的那个态度真的是……啊，你讲那个字干？你讲那个字就是找人吵架啊！我操，我还要对你客气哦。所以你们现在都把这一局当商局在打就对了。我这一局我还是认真在打，我刚没帮你蓝区吗？奇怪嘿，我刚没帮你蓝区吗？大哥，这一局打的是你他妈是在吵他小啊，干你、啊！我是没有帮你蓝区，是不是？哦，主播先开嘴哦，我不知道哦。嘿，你开嘴我就不能开嘴哦！我操！我自己的观点哦。我操！你可以嘴，别人就不能嘴哦！我操！全世界就你能嘴，开实况就不能嘴你哦！我照喷你啊！哎，给你喷，继续喷，继续喷，我看你怎么喷。我照喷，我照玩啊！OK，很好，很好，喷喷喷。我蓝区没帮吗，大哥？你刚刚蓝区被弄，我没帮吗？好了，妈的，是要吵多久啊？干！好会嘴，好强，好强！开实况就不能追你，好强，好强！我甚至不知道你在开实况，知道吗？我当初你只是半夜消遣玩玩而已，关我屁事哦！我就看你打那个字就是要吵架啊！啊！你们现在不是已经在吵架了？我也是没有跟你吵啊，我只是跟你讲道理而已啊。还没有吵啊！我看他讲话态度那样，我看你打字态度那样，我就想喷你啊！怎么样？现在在吵几遍啊？我看你打字那样，我就想喷你啊！怎么样？我还是在玩我的游戏啊！怎么了？那就是你想喷人嘛？那就是你想吵架嘛？是你想吵架啊，大哥，安静吧！你都说你想喷我了，我你打那个字就是欠喷，我还不喷你啊！我操，字好好打、啊，你去看一下你前面打什么字啊？实况有记录啦，好不好？主播，你玩辅助真的不行，干你他妈的！玩一个打野打输，他妈的就怪辅助，好猛好猛，你好猛，你好强你好强哦、啊！你那个新鬼在那个二塔蹲了多久？什么事情都没做到，队友都打完了，我操，好猛好猛！对，去看回放啦。没关系啊，我不用看。
反正我玩这。你不用看了，你就闭嘴啦！选角的时候在那边吵什么吵啊？闭嘴，玩你的啦！没被喷过是不是？啊？你的口气是真的大、啊。还好没你口气大、啊。选角的时候就先喷人家一波，还想打、啊？没看过开麦呛你的主播是不是？我还真的不是第一个遇到很呛我的。啊、那就是你问题啦、啊！我操，还被其他人呛过，厉害厉害，你厉害。但我倒是没开麦、啊。你厉害啦，我听到你的态度，我是被把你讲啦、啊。你厉害啦，你厉害啦。厉害厉害。就是喷人啊，那我没办法。你打字就是这样子弄人家，人家不喷你啊！我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你要强你要强，就你最强，好不好？你不愧对你最对，没事。就你强，就你强。闭嘴吧，闭嘴吧。就你最强了，好不好？睡哦，睡哦。还行啊，还行啊，开局还算顺。我跟你讲啦，我喷他是归喷他，我还是照样玩我的游戏啊，我还是一样在打、啊。OK。他刚前面打那个字，你们自己想一下啦。如果你今天上一局都打完了，然后你明明就很想赢，然后结果被人家弄掉，结果你下一局遇到他，你还要被他嘴，哇操！我相信你们可以懂我感受啦。都别嘴了，都别嘴了。但是我还是认真在玩，好吗 ？OK。OK， 了解了解。看你，我看你，我，啊，看你们秀，看你们秀，好不好？我划水。我是真的没有要吵架啦。那你下次就讲话不要这样讲啦，你这样讲话，人家一看就很不爽，就已经输了，很不爽了。下一场还要看你这样喷，哇靠！好嘛好嘛，这也没什么、啊，我只是回应你的话而已。好啦好啦，我下次遇到你，我也不会针对你啊，我还是照样玩我的游戏啊。我还是会看你转播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不吵不相识啦，就这样吧。哦、越讨打越秀，妈的，吵一吵，妈卡到二塔去。没有啊，玩游戏本来就有纷争的啊，只是我要解释我的立场啊。我觉得我很认真在玩，但是你莫名其妙误会我，我当然不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怎么办？但大家都很想赢啊，你也是想赢的啊，对吧？我也是想赢的啊。啊，我是想让游戏赢啊。对啊，我也是想赢的啊。那刚刚那把真的没办法、啊，对吧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小小纷争而已，大家讲开就好了吧。艾里过去喽。啊，就先这样吧，我来了。OK。不是啊，玩游戏本来就是吵啦，只是我觉得我刚刚那场也是很想赢的、啊，没有必要这样，真的。吵一吵还是可以一起玩的、啊。我买错装了啦，我居魂太晚出了。我来啦！处理起来。干嘛全都还没出啊？先不要啊。我再清一波，清理兵线，就都没得好不好？有了有了，全能出了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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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先把后排，先把后排。我已经尽量了，你看我跟他吵架，我还是先保他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那艾里是我的工作啊。那艾里要弄他，我一定是先保他。可是没办法、啊，这个位置，我没办法了。靠腰哦，叫准，我去猜中路好了。这潘英很凯瑞，我们这样吵他还是有凯瑞起来。看他把兵推出来了。干完了，鬼脚吵一个，大家火气都很大哦。哎、欸，不是他干嘛？他怎么瞬移往前？他更尴尬，结果最尴尬的是对面。等一下，我再看。掩护你，扛着。艾里没大的哎、欸，他在这边皮。哦，他有镰刀。退兵好了，不急不急。刚那边可以进啊，但进去我会死。
而且我如果没换到人的话，我们就亏了。所以刚那一波，我是打算别进。靠，小俊！哦 ，shit， 我牺牲了。三个助攻，四个助攻，狙枪，镰刀，哎呀！GG 了，被那个谁弄到，刚刚突然间变菜市场了，哎，评分第五，还是给个赞了。